tatamis 咧讲就是一叠两叠，啊，我人生就是感觉 tatamis 就是一叠一叠一直叠叠叠上去的啊，就是安过一生。我做 tatamis 是甲阮爸爸学的，日本人来台湾迄阵开 tatamis 店，啊，伊怎啊甲日本人学？阮爸爸开始家己开店，所以怎啊站厝内安尼帮忙阮爸爸安尼斗阵。啊，我咧做的榻榻米就是拢纯传统的稻草来做，我感觉稻草的较有迄个香味，所以我也是感觉讲，也是继续用这传统的物件，稻草的较天然。是啊，站啊有迄个新的床垫出来哦，啊，这榻榻米的生意煞拢差足侪，有想讲，我要来改做别行啊。啊，我有两间店面哦，迄阵啊，我就是一间改了做唱片行，啊，一边做榻榻米，结果唱片行甲录音带煞生意哪会阁做无同款，甲落尾就怎唱唱片甲录音带怎收起来无卖啊啦。榻榻米的物件是。保存原在这个这款传统的物件，拢有人用。啊，一阵啊，榻榻米搁复古起来，啊，就搁有工课啊。无想要搁改变做别行啊。囡仔无继续要接啊，可能就无搁继续落去做啊。只有就是我做甲工课，我家己袂做，安尼就好。即马是也有人要买榻榻米啊，啊，所以我感觉我若要休困，怎无做，嘛足可惜啊！人要来找我，我所以一直坚持到一直做啊，啊，就一天过一天，啊，就怎变做做到即马，嘛是安尼继续去做。阮爸爸有讲，咧人趁人的钱，就是爱咱有信用，则保持会久啊。啊，你若做较简单的落草做，人一届用了无信用，人就无过来找你啊。想着讲，啊，这物件落去留咧，安尼，我来给爸爸讲，我学这会通继承，给你传承落去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我该帮忙到做，做我做较久对无？应该是欢喜。